到舞台上来。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优良部汉蓝小熊。哇，好可爱哦，很可爱。今天跟大家见面，心情如何？很兴奋，很兴奋，哇，好开心！我终于近距离看到他们，我也在追星。好，我们之前都是在舞台上，然后舞台上，对，感觉好遥远哦，就今天超近距离的。那你们今天怎么了？很紧张，看到他们我觉得好漂亮哦。很紧张吗？心平是不是？是，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什么？对，我昨天就是有点有一点身体，对对对，但刚看不出来。好，那龙龙，就是呢，因为我跟你比较熟嘛。对，然后因为我想就是想说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大家就听听就好，因为就是我最近就是比较不会控制我自己的身材，然后我听说你们就有严格，就鱼哥会就是让你们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就我下次再问你。OK 吗？对，我想要知道说他们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啦，因为我自己想要就是知道说你会不会去做一些可能跳舞或者是或是吃什么东西。对，我想知道一下，可以吗？你们会想知道吗？对，平常的就是可能女明星吃下是怎么管理体态的，这很重要。对，就是早上可以吃多，然后中午可以吃一点点淀粉，然后晚上就是尽量不吃淀粉。然后鱼哥会希望我们可以是健康的减肥，所以会让我们多做一点运动。像我们公司就是鱼哥就是最近有说希望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体能，就是可以增加我们，因为我们以后在台上也要连续跳很多首，所以就是体力也是一个，然后可以顺便练体力，也可以练体态。哇，真的很棒哎，小熊真的很厉害。所以你们都吃什么？就是什么茶叶蛋吗？还是水煮蛋更干净啊？都只吃水煮蛋哦？也没有，也会吃一些沙拉啊。对对对，很棒，青菜蛋肉。哇，很棒。那你们体力恢复了吗？应该 OK 吧。 OK， 那我们直接来下一首歌曲哦，好吗？好，来继续欢迎幻蓝小生。对，然后呢他会念出一串未来少女的少女们的名字，然后呢你们就是要来记住说他念的那一串少女名是什么，然后你们就要依序的把它讲出来，那越讲越多的呢分数就越高，就获胜。那待会呢幻蓝小熊你们就要派出四位一起跟四位粉丝一起玩，然后我们呢会分成两组， OK 吗？好，那你们要派出哪四位游戏王呢？第一个先派出我们的 Nico 好了。 Nico 还好，我们的黑洞圆圆。黑洞你要玩洞。再来我们的 Echo。 然后 Bido 哇，好，那我们剩下的团员我们就在旁边当加油团。好，那我们来这边当加油团。 好，那你们先来分组。来分组，来怎么分吗？我们就两两来，你们喜欢谁？你喜欢谁就对。来，我们就站到你们的偶像旁边。小心，小心。两两一组 ，OK 吗？好，这边吗？两个两个。好好好，那你们就第一组喽，好吗？来，我们就第一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我们站过来一起。然后我们有点 V 字型的感觉。对，那我们第二组，我们到这边来。第二组来，我们来一点这边，站开一点点。这边站开一点。第二组的，对，我们先到旁边。第一组的先来玩游戏。你第二组的啦，你第二组。我们变平面打吧，变一直排。好喽，来，我们对一直排，我们是一直排，来一直排。OK。好，一直排，一直排。那你们有什么策略吗？对，策略。要不要什么谁比较会记得啊？我们再第一个，可以记比较多之类的。我跟你讲 paper 喽。对，你要不要第一个谁比较？可以啊，没问题啊。要讨论。我们交叉站好了，彩珍要不要站这边？可以。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小怕小 paper， 就是可能说前面几个人记几个名字 OK 齁，那我们这样依序轮流说出来，那如果说一停下来或是讲错的话那就失败咯。
但是如果说今天如果都成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少女们的签名手灯。哦。OK， 好，我们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没问题哈。好，那我就开始喽。第一题，阿用、蓉蓉、立善真心、林思雅、裴杰、Nico、八轮月、彩珍、Bido、圆圆、玉、Vicky、Cholly、齐子琪。我们从。对，是混合的哦，要照顺，不然我再一次。好好，我再一次。再一次给我。我念慢一点。对，念慢一点。按照顺序哦。来喽。阿用、蓉蓉、立善真、信。林思雅、裴杰、Nico、八轮月、彩珍、Bido、圆圆、玉、Vicky、Cholly 以及席子琪。OK 哈，有吧？有记得吧？没问题啊，拿不倒。好，那好了，我们先吗？来了，我们就依序喽。你就念记几个就讲几个，就讲几个，然后就换下一位这样子。阿用蓉蓉，阿用蓉蓉，阿用蓉蓉，立善真。你该不会没在记吧，才真。我给你一个提示，新名，嗯，好，新名，没了。Oh my god， 有吗？还有开麦吗？嗯，好。啊，龙有龙，龙龙立善真，新名，林思雅，裴杰，妮可，五。哇。好。圆圆玉 ，Cholly， 西子琪。等一下，你再一次。圆圆玉 ，Cholly。不是啊，那我跟你讲 ，Nico 八轮月彩珍完之后，你继续。Nico 八轮月彩珍，圆圆，对，玉，对 ，Cholly， 嗯嗯，那个，我记得，对，那是最好。Oh my god！ 哦，很提示哦，是，这是提示。好，时间到。好，总共呢，我们得到了1、2、3、4、5、6、7、8、9、10、11、12分。好，恭喜恭喜。那我们就跟 B 组 PK 好不好？那我们先旁边休息一下。那我们来 A 组到蔡正旁边，来我们 B 组来来。你们刚刚有讨论吗？你们交叉好了。有吗？你们刚刚讨论战术吗？大概吗？你们战术是什么？一人记五个，然后他从第六个关一个。好，那 OK 哈，现在准备好哈，有机有那个吗？加油就可以了，来好。B 组喽 ，B 组来喽。OK 吗？有，好来。我们呢？来喽 ，OK 哈。席子琪、Cholly、Vicky、玉、徐媛媛、Bido、彩珍、八轮月、Nico、裴杰、林思雅、信、立善真、蓉蓉、阿用 ，OK 吗？再一次，好，等一下哦，加油，好，加油，来喽，再次哦，席子琪、Cholly、Vicky、玉、媛媛、Bido。彩珍、八轮月、Nico、裴杰、林思雅、信、立善真、蓉蓉、阿用 ，OK 吗？好，有麦克。席子琪、Cholly、Vicky、玉、圆圆。哇。Bido、Bido、彩珍、八轮月、玉吗 ？Nico。呀。啊，裴杰，裴杰，裴杰，林思雅，林思雅，信，立善真，蓉蓉，阿用，哇，全部讲完了，全部讲完了，哇，掌声鼓励，太厉害了，哇。很厉害，应该胜负应该就很明显了。恭喜我们 B 组的两位粉丝获胜。没错，那我们等下台下领奖品。那我们也谢谢 A 组，谢谢 A 组，谢谢你们。你们吗？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好，谢谢。很棒，很棒。好，那我们到这边右边先下台休息。我们到待会那边的帐篷区领奖哦。好，来，
哎，圆圆真的是黑洞哎，但刚才也是蛮厉害的，救回来，还不错，很棒很棒。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换？哎，下一组我们就要换飞鸿魅影喽。嗯，好。哎，不然我现在再问他们一题好了。好，你问一题。就是你们在宿舍的时候啊，你们不是都会分几人房几人房吗？那你们是谁住主卧？哦，是我们的 Nico、圆圆还有玉。为什么你们可以住主卧？哦，他们抢到的。哦，他们抢到了。对，先到先赢是吗？因为我刚好是学生，就是大家作息比较相同，哦，可以一起上课。哦，那你们主卧还有什么特别的？像什么多的浴室之类的？啊，我有多一个浴室。你们多个浴室？他们三个人用一间浴室，我们六个人用一间外面。而且他们的那个牛头比较高级。真假多高级？他们有三阶段。三阶段。三阶段。他们调试。你们不会偷偷去那边用？你们不会偷偷用吗？会。会。用一下那个他们的牛头用一下，帮我用。OK， 好啦，就有了解到，有了解到，有了解到。那我们剩下的，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聊吧。好，好，那我们先下台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花篮小熊。好啦，那接下来换谁来？你们自己说。非常会跳哎！哇，谢谢花篮小熊，那我们先站过来一下，我们先站一排。好，我们直接往前。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来 ，OK， 问了哦，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游戏不是比较模仿类型的吗？或是比手画脚？对。那你们团有没有人很会模仿，或是很会比手画脚？王凯珍。真的假的？真的。荣荣也很会。荣荣也很会。荣荣也很会。凯珍是我的师傅。凯珍。师傅等。他会模仿什么？他会模仿高中的那种，自以为自己很。帅的那种学长，哦，真的好想看哦！可以啊，完全没问题。有观点，啊，有道具是不是？有道具，好，可以。有帽子吗？有人有帽子吗？有帽子吗？鸭舌帽，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你等下中华拍掉，生给你，生给你。宇哥有，宇哥有，宇哥有。给我两个。哦，给那产生。OK， 我们有那个 partner， 有 partner， 对，剧情是。好，那你来中间。那我们来中间，我们来中间。等一下，还要 settle， 我们还要对，我们要 settle 一下。你们是走这么细节的是吗？对，是很细节哦。那我等一下，我这个要帮你放在哪里？头发，这个待会儿等一下啊。我等一下递给你吗？对，你要当学妹。我当你的学妹。对，是的。哇哇哇！ Okay. 好，所以我是扮演学妹的角色吗？对，我现在是帅哥啊。这是一个剧情，有很像是个剧情。OK， 好，那我们开始就开始啊。好了，来喽，三二一 ，Action！我需要一个路人的问题。你是谁？Nico 啊，你啊。你可以加你的电话号码吗？什么？可以加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吗？可以不要吗？我没有电话。没电话，那不然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什么？我晚上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吃饭。可是我比较喜欢会打篮球的人哎。哦，我会啊，我们两个会打。哇，三分球哎，不错吧？真假？那可是我喜欢有腹肌的人哎。有啊，有腹肌啊。有吗？水瓶给我。水瓶给你。姐妹，你喜欢喝水吗？哇！谢谢你，我再给你我的 IG。好棒！成功。他在宿舍都这样吗？对，你知道这个是有一天他突然冲进去我跟新明的房间，然后说：“哎，蓉蓉，我最近学了一个新技能，然后就开始他的表演，然后拿那个水开。”对。然后艾美看到你们是怎么跟他说？哦，新明很害怕，新明很害怕，然后我还用脚这样要把他踢走，然后他跟我讲什么？你再说一次。我用其他一个人讲话。怎么？我会讲说，哎，在公司玩。没有，是我用小心翼翼，要是说，哎，走开啦！好了，你们先下去好了，好，你先下去休息，他去休息，他先下去休息，待会还要玩游戏，待会还要玩游戏，好，先擦擦汗，喝喝水。谢谢。哎，我没想到彩珍这么的中意，哎，超喜欢哦，超喜欢的。那我们现在一样来挑上台喽。
好，那我们一样，灿烂小熊也是要派四位来挑来玩。对，那待会一样也是玩比手画脚哦。我想必彩珍应该会玩吧？彩珍应该很会比吧？彩珍必须的，哈哈，必须的。彩珍有气啊！好，那彩珍，那第二位呢？你们想选谁？那彩珍玉，玉，好。还用，还用。好哦。蓉蓉，蓉蓉，好。其他团员到我旁边来，我们到这边看他们表演。好，然后刚有分好组的，有分好组，那我们一样就，那我们我跟阿你跟阿勇，好，那你们两个 A 组，然后 B 组 ，B 组由你男 P 组 ，OK 好 ，OK 好，那我们就先分组 ，A 组先嘛，那 B 组我们就先到旁边稍等一下，看 A 组的表现。那我们 A 组你们想要派谁来做比的动作？阿勇，阿勇中文、OK 我跟阿勇同意。一起吗？好，好啊，那你们两个一起，然后粉丝来猜嘛。好，那粉丝来我前面这边。好，那两位来。好，来。会紧张吗？会紧张吗？紧张吗？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准备好了哈。准备好。加油，来哦。我们第一题。很烂，都不会。哦，哎，不能讲话，对不对？不能讲话。哦，对对，闭嘴，讲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 pass。
恭喜，那我们 B 组就过胜了。哎、欸，我们哎、欸，我跟你说，我们题目没有做哦，我们就是真的是随便洗的。好，嗯，那没关系，我们先站回一排，我们先站回一排。我们粉丝可以站中间。好，那你要公布。什么？谁？谁？怎么了？怎么了？放炮！有人放炮！没事，恭喜。好，那恭喜我们的 B 组获胜。那我们 B 组呢，可以到旁边拿我们的礼物。我们 B 放那边拿礼物哦。用牌举超久，真的假的？还是可以让他们握个手，握个手吗？握福利，哇，龙龙好好，握福利。好，不然，击个掌，击个掌，握个掌，握的感觉，握的感觉。好了，好，这样就好了，等一下好，先别会，啊，先别会。好，那我们谢谢粉丝，我们先旁边休息一下，恭喜你们，辛苦了。好了，那因为呢，我们。整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差不多一半了，对，那我们是不是该跟粉丝们大合照一张？大合照，对，做个纪念。那我们到这边前面，然后背对，那我们请摄影师来帮我们拍张照。我们再整体过来一点，啊，小心啊、哦！我们的舞台灯可以帮我们关一下吗？舞台灯帮我们关一下哦，谢谢。可以吗？好，把你们的上面的圆物都举起来。有吗？对，这里有一个好配了。你说这个吗？这一盏要关掉。啊、哦，太黄了。好喽，快来笑笑。帮你数吗？一、二、三，来喽！耶，一、二、三，哇，好可爱哇！后面的粉丝朋友们都很可爱哦。好，那我们来拍个洞洞洞洞洞，我们洞洞。哦，一起吗？耶，妈妈，来喽！三、二、一，洞。好，谢谢微微笑笑，谢谢你们。哦，可以，等一下。我们蓉蓉想讲点什么话？哦，蓉蓉想说点什么话吗？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然后这是我们九只小熊第一次在户外，就是一起办这么大的见面会。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也会继续成长，继续加油，希望大家可以一直陪着我们，谢谢。哇，谢谢。好，那我们谢谢，再次谢谢花篮小熊，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拜拜。啊，谢谢，先休息一下。谢谢。待会见。好喽，那接下来呢，小熊